神魔界长眠之子，怎么来了一个小毛头？喂，你是谁啊？那你又是谁？我？对，我是谁啊？是谁？原来是这样。是谁？由你自己决定。万年前，天道失衡，六道神魔集结，开启拔天之战，无数神魔陨落。六道道主将神魔尸体聚集起来，创神魔灵源，滋养战神陈南，以便他万年后对抗魔道。这座灵源被世人称为神墓。姑娘，你听我说，放开他。姑娘，淫贼，你听我解释。败类，你竟敢抓本公主的手，你还讲不讲理了？你听我解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放了他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公主，走开。怎么可以不讲理呢？你放开我！我放你可以，但你不许再打我了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好好好好，对不起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没事吧？啊，姑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没事吧？好疼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要废了。给他上个狗
火绳，带走。哎呀，我去！当时那场面，你都想象不到的震撼。小爷我，左边一个龙吐水，右边一个龙摆尾，我再来一个飞踢，我就生生闯进了那天界大门。哼！哎呦，等，轻着点。哎呀，哎，算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不提也罢，低调。哎，不对啊，你要是真这么厉害的话，怎么天天被他们打成这样啊？哎，去！你懂什么呀？小爷我就是不愿意出手，我要一出手，他们几个都得被我打死。他呀，这么厉害，也就那张嘴厉害。闭嘴！再说话我打死你！你别忘了，你待会儿还要回来。姐姐，这暗道通向哪里啊？这些年，圣医署一直在为楚国挑选有超凡灵力的人，就算是囚犯，也有为国效力的机会。所有有灵力的囚犯都会被关押在圣医署的地牢里，经过筛选，然后分批通过暗道转送。但是这暗道具体通向哪里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你看，小爷我一没头二没抢，单凭着灵力超群，非得把小爷我请到这儿来。又吹牛。哎，你看，我的灵力恢复了，这都是有感应的。哎，有亮光，也自由了。哎，等等。水，别动！兄弟们，纳兰老子的一语在此，就是他，我们就能。哎，快走！别跑，站住！
给我大哥，你小爷我一个面子。咱们动口不动手，好吧？放下。压下去。灵儿。进去。哪是灵儿？灵儿。哎。起来。起来！你呀，好，你让下去，走，轻点，轻点啊，走。义父，他们所说的可是真的？还有那个暗道，你究竟在干什么？有些事你不懂，也没必要去懂啊。待你和凌空成婚之后，楚宫内的一切便与你无关了。那哥哥去哪儿了？凌空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听说只要速度够快，人就会像风筝一样飞起来，是不是真的呀？那我们试试。你没事吧？走开！好你个淫贼，你竟敢拖我下马！我在救你啊！Ah!
若水，几日不见，你可有想我呀？你去哪儿了？父王病情越发病重，我去帮他请神功去了。哦，哎，你们几个把神功护送到殿内。哎，对了，若水，我还带回来一个好玩的，跟我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他像不像个猴子？陈楠，你去哪儿了？雨欣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你给我撒开！果然是个淫贼，敢动我的若水！把刀拿来，我杀了你！哎，玉儿，罢了，兴许是误会了。公主殿下，陛下刚刚醒了，是要见您。啊！我父王他醒了？是的。看来这神功果然是吉祥之物。哎，若水，你跟我一块去见父王吧。好啊，走。哎，你们两个把他人呢？把他给我抓回来！是。即便翻遍整个楚国，也要把那些劫道的山贼给抓住。你的心肝宝贝差点就回不来了呀，父王！我再慌，你再慌，父王也要回不来了啊！父王，去那边歇着。哎呀！慢点。拿汤药。又是参汤。拿走。不喝，不喝。若水，我父王他这……汤药补品对陛下而言已经是无济于事，如今还能清醒片刻，已是奇迹了。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舒畅，父王，你好啦！啊，父王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来，不喝。父王，玉儿。父王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。若水，我父王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？不会是这神功吧？父王。抱着这神功，果然是神功，感谢列祖列宗！怎么回事？原来是你这个淫贼！我明白了。
这位公子体内藏有巨大灵力，陛下突然容光焕发，也许正是因为这位公子的灵场。灵场是什么东西啊？凡是具有灵力的人，身体周围都会有或强或弱的灵场。陛下自从3年前的祈福大典后便灵力亏损，所以当强大灵场靠近之后，灵力自然得到滋养，神宫镇殿亦是如此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看来这小子还有点东西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关到笼子里去，我要把他和神宫一块挂到殿内。公主不可贸然尝试，他体内的灵力极为不稳，虽能强者滋养弱者的灵场，但也可以压制甚至是摧毁。啊？那到底要怎么办嘛？既然这孩子能治愈本王的病，那可太好了。若水，把他带到圣医署去，让他好生调理。啊？是。你竟然失了手了！父亲息怒，此次虽然失手，但儿臣发现了比神宫更有意思的事情。楚玉那丫头不知从哪儿抓来一小子，那人灵力深不可测，居然能拉动神宫。拉动神宫？是的父亲，但那小子似乎不能控制灵力，不然儿子早就死在他的神宫之下了。好，太好了，看来楚国唾手可得。父亲，那我和若水的婚事？没用的东西，楚国都到我们手里了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啊？父亲，自小以来我想得到的便没有得不到的，可唯独那丫头对我不闻不睬，我一日不得到她，我便一日不能安心。祈福大典在即，岂有你横生事端？父亲，够了！你醒了？这是哪儿？圣医署。圣医署？你当真不是雨欣？我与公子素未谋面，虽然有些亲近的感觉，但我确实不是雨欣。我叫纳兰若水。纳兰姑娘，我总觉得我们见过。陈南公子曾遭受巨大灵力冲击，记忆难免会混乱。那你可知一场伐天大战？现在我的脑中只有这些记忆。伐天大战？不曾听过。圣医署地牢中有一龙族后裔，曾提起过一件事情。道有阴阳两面，善念屡生屡败。三界众生每万年就会突破九重天，所以说上一次天战应该是10000年前了。10000年？10000年？看来我的亲友早已不在人世，为何就偏偏留我独活于此？纳兰姑娘，
如果我的身体能够恢复，我还有找回记忆的可能吗？可忘记，何尝不是一种幸运？如果那份记忆很痛苦，还要寻回吗？耀雪，为了躲避痛苦而活下去，那此生余下的日日夜夜，皆是痛苦。若水，若水，司马凌空，司马将军性情乖张，如果发现你在此，兴许会有误会。你先下去躲避一下。王言之药方，并无在意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用对那糟老头子上心。本将军近日思念成疾，可有药方？又是这种眼神，我最讨厌你这副冷冰冰的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娶你。这婚结定了。你好像不喜欢他。这是我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白天为公主遭遇行刺的时候，为首的正是此人。事关重大，你可看清？行刺时，那人穿的正是一双金色官靴，我没有看错。只不过他的目标好像不是公主，而是那把弓。鱼儿，那些人为了神功而来，绝不是山贼那么简单。司马父子野心勃勃，但是只要我们楚氏王族血脉不灭，他们仍要忌惮玄祖，无法谋权篡位。父王，他们要胆敢怎么样的话，女儿就去灭了他们。鱼儿。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爱卿，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，起来！臣听闻我王龙体好转，皆因一位少年的灵力超凡，此等人才，臣定当竭力培养。不知这位少年身在何处啊？
或是区区淫贼，本公主早就剁了喂狗了。怎么，丞相也想来分一杯羹？本王乏了，都退下，退下。臣遵命。父亲，父亲，那小子似乎不再入水阁。就算掘地三尺，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。那些寻找灵力的人，绝对不是为了楚国。还有那条暗道，在囚犯暴乱之前，地牢中流传的死亡传说，也并非蓄意煽动。现在你体内灵力巨大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纳兰主事又想请您前往丞相府。知道了，这是我给你研制的药方，能压制住你体内的灵力。好，你在此等我。那小子现在身在何处？楚王将他交给我研究其灵力，我刚将他带回圣医署，他却不见了，请义父恕罪。神功并非是楚国的国宝，而是在天战中遗落在人间的神器，能拉开此神器者，那小子必定是天战的战士。说过我会常来看你的。其实楚国早就在囊中，只是因为玄祖那老东西，我隐忍了三年。只要抓住那小子，攻陷楚城就是一声令下的事。义父娘，我虽然只是你的义父，但是我一直把你当作亲生女儿看待。从小你们两个青梅竹马，凌空对你也是真心实意，所以今天为父决定把你们的婚事定了。凌空多谢父亲。小淫贼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可没有人来救你了，你在我的手上，别想再逃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来找你玩呀，我说了我会经常来找你的。你看，我还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好玩的东西。玩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多特别啊！嗯。哎哎哎哎哎！不闹了，行吗？哎，我会扔飞刀，我们玩这个吧。别呀！哎，你不会真扔吗？准备好了啊！哎，真什么玩啊你？嗯，不行，我不能自满，我得挑战一下我自己。公主殿下，殿下，这个怎么样？哎，别闹啊！不要紧张啊！你还蒙眼睛？这边呢？还是这边？哎哎哎！你别拿命开玩笑好吗？我是天下第一神投手，换个玩法怎么样？别别别别别！很暖和的哟。哎，小淫贼，你别装死啊！喂，小淫贼，
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松了吧。是是。一点都不好玩。丞相，地牢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丞相，丞相，司马丞相，你赶紧把这个淫贼给我抓起来。他就是拉开神功之人。入水，我要把这个淫贼抽筋扒皮剁了喂狗。陈南，你在干什么？他真的要把我剁了喂狗。你现在把公主放了，我保你平安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我是在救你。救我？哼，我要回去告诉我父王，让他治你的罪，把你抓进牢里去。哼哼，还有你小淫贼，你竟敢挟持本公主，把他押回宫里去，看我怎么折磨你。哼，带走。我，你们是没听清楚本公主说的话吗？公主身体珍贵，不适合在这儿待着。送公主。公主请。司马长风，这淫贼是我抓回来的奴隶，只能我带走他。送公主。司马长风，喂，那家伙是我的。把这小子给我关起来，好好看管。是是。陈南，入水，走。这事儿跟谁都别说，特别是那个老东西。是。你当真不是雨欣？我叫纳兰若水。上一次天战应该是一万年前了。各位大哥，我是真的不会变龙啊！我，你不是那什么龙族的后裔吗？怎么着，瞧不起我们呢？别啊，别啊你！还参加过伐天大战？你当老子傻吗？当老子傻吗？你三个欺负一个，算什么好汉？你人你人，你又！干什么呀你俩？大哥，误会误会。什么误会？把他俩带走。是是。误会啊大哥，这大哥真误会。闭嘴。走。快走。什么？你要嫁给司马凌空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把你逃出去。我命如此，逃不过的。喂，你还有没有一点骨气啊？那司马老贼让你嫁你就嫁呀？他那儿子什么货色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赶紧把那婚给我退了。我是罪臣之女，自然与公主命运不同。公主可以任性，纳兰只能认命。我可以认。再说，他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。养育之恩？你当真以为你们纳兰全族被杀和他没有半点关系吗？左相纳兰文成意图谋反，诛杀九族一个不留。你呀，就是太软弱了，我不管你了。哎，哎呦！哎，你俩，老实点。
兄弟，刚才多谢叔叔相救啊！我叫痞子龙，你叫什么呀？陈南。这名挺文艺的呀，小爷我吧，这跟……我听他们说，你是龙族的后裔，又参加过伐天大战，你能跟我说说吗？你说天战啊？哎呦我去！当时那场面，你想象不到的壮观。小爷我作为应龙族的头号先锋，我左边一个龙吐水，右边一个龙摆尾，我硬生生地踏进了那天界大门呐！哼，都是成年旧事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但是那场大战中，我好像没有见到你。你参加过天战？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是的。战友啊！我可算找到你了，我的战友！怎么了？不对呀，这天战战士都是灵力超群之人，你这灵力也太普通了吧？那是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，纳兰姑娘给了我一瓶制止灵力的药，现在我的灵力是被压制住的。那你对天战的记忆还存有多少啊？只有些碎片的记忆，记不太清了。哎，纳兰姑娘给你的药效要持续多久啊？不知道。雨欣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当真不是雨欣？虽然有些亲近的感觉，但我确实不是雨欣。我叫纳兰若水。一万年，我的亲友早已不在人世，为何就偏偏留我独活于此？等一下。不是我说你这灵力恢复了没有啊？别着急啊！哎呀，这纳兰姑娘给你吃了这是什么药啊？这药劲儿也太大了！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来给你啊规划一下逃跑路线，好吧？走走一层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怎么不能说了？咱们这个逃跑路线，我必须得说呀！这个逃跑路线，别说，我要是现在不清楚的话，咱们两个根本就逃不出去去了。我，陈南，纳兰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义父让我来提审你们，赶紧跟我走。啊，司马大人要审我们，那我们得赶紧走啊！哎呀，快走走走走走，快走走！纳兰姑娘，怎么回事？我先带你们出去。哎呀，别看小爷我现在落魄了，一万年前，应龙一族那可是风光无限。只可惜参加了天战，龙族就完了。得亏小爷我机智，在开战前就战略性撤退了。我现在可是龙族的独苗。撤退？你是逃兵啊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咱这得保存实力。老板，你这……包子怎么卖啊？哎，我总觉得纳兰姑娘有心事。哎呀，她能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没看她穿着喜服呢吗？我看八成啊，是要嫁给那个自大狂喽。嫁给谁？还能有谁啊？司马凌空呗。良辰已到。有请司马公子、纳兰姑娘入堂。
陈楠。保重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胆子，纳兰姑娘不喜欢你，为什么逼她？找死！这是怎么了？虽然我们纳兰一家是被司马家杀害的，但义父对我还是有养育之恩的。明白，但这事不怪你，你不用那么自责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跟司马长风对峙的时候，他居然能吸走我的灵力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在那儿你能找到你的答案。哎，陈楠，这不是我说你啊，真累死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太不够意思了啊！这不是兄弟我说你啊，你去英雄就没了。哎，我呢，那一大群官兵追的我，这多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你们来看，吸取纯阳之灵，修炼永生秘法，突破五仙之境，飞升九重天界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应该就是吸取纯阳之灵的布阵方法，但是已经被撕毁了，看不到了。原来，我只是用来榨取灵力的人选。当他知道这样年纪的纯阳之力可用，我才得以存活，来报答他所谓的养育之恩。哎，要我说，不只是地牢里的那些人，连楚氏王族的御剑侍卫也一定是那司马老贼所为。王族大多是上古大族，灵力纯正，可开启阵法吸取整族力量的绝对不是凡人能承受的，所以这背后定另有其人。楚
除了司马老贼，还能有谁啊？玄祖，那小子杀了吾儿，还望玄祖大成之日复活爱子。老夫会在祈福大典上彻底收割王族灵力，若能再吸得那小子的巨大灵力，老夫定可突破成神。复活凌空更是易如反掌。待小人登上楚王之位，一定尽心尽力供奉玄祖。你倒真是忠心呢。小人早就发了誓了，愿意性命效忠玄祖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的回元大阵练得怎么样了？你要干什么？玄祖啊！什么祈福大典都是谎言！身为九州长老，你竟然残害百姓，祸乱楚国！杀万人为王，杀万万人为神，天不遣我，你又奈我何？今日我必要替天行道！父王，把药喝了。老祖，您终于出关了。玄祖。你是皇上，就免了吧。本王和众王族不知得了什么怪病，是日夜昏沉。当下楚国已是岌岌可危，百姓苦不堪言呐。还求玄祖出面相助。老夫早已明了，明日老夫将为楚国进行祈福大典，以慰众生。谢玄祖。纳兰姑娘，你醒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已经辰时了。辰时？那祈福大典就快开始了，咱们得赶紧走。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元阵法，你的灵力
没了灵力，那也得去。先不要着急，你的气血需要时间恢复。哎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帮你们把行李都收拾好了，这楚国马上就亡了，不跑就来不及了。没了灵力，毁炎大阵就对我毫无作用了。你不就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世吗？我就不懂了，这楚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俩就是战争幸存者，没了灵力就是个废人。你是谁，由你自己决定。我是谁，我自己说了算。我是不会当逃兵的。好，你做你的英雄，小爷我做我的逃兵。恭请玄祖为楚国祈福。Ah!
居然还没有死。是神是魔，只在一念之间。如果你所谓的成神是需要用无数人的白骨换来的话，那么我今日便要让你形神俱灭。就算你是天战战士，你现在一点灵力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。纳兰，助我。真是有意思，一个是没有灵力的废人，一个是天战的逃兵。不是逃兵。战士，不可能，他的灵力已经明明被我吸干了，怎么会？
才是谁？玉儿，父王，玉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爹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是啊，我听说凌玄国有吃龙肉的习惯，那龙肉好吃吗？有病！哎，陈楠，等等我！别走呀，你别走啊！喂，好不好吃嘛？追逐了低谷，一步又向前，战痛快的战，不随意屈服，即使追逐。